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严美美，来自山东省枣庄市，我是一名女保安，也是一名单亲妈妈。女保安，这个干保安的女性真的不多哈。是啊，干保安的女性确实挺少。我选择这个职业可能与我的身世有关吧。嗯，我是到20岁的时候才得知自己是被父母捡来的。在很小的时候吧，姥姥在大街上的长椅上看到了我，把我抱到了家里。那时候大概只有4-5天的样子，那么小的婴儿，因为脐带都还没有长好。嗯，因为姥姥年龄大了，照顾不过来我，于是呢就给妈妈打了电话，把我抱到了山东枣庄。嗯，就这么一养就养了30多年。当时爸爸妈妈有孩子吗？我有2个哥哥和1个姐姐。那这爸爸妈妈的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啊？多一个孩子可是压力挺大的。我可能比较幸运吧。嗯，我爸爸妈妈是开饭店的，所以家庭条件就相当的好，小时候。嗯，然后家人也特别的宠我，特别的疼我。从小到大以来，妈妈身体不好，在我1年级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，半身不遂。因为我从15岁到20岁都在艺校里学戏曲，1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，妈妈就怕我在学校吃不好喝不好，会把家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吃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哪怕碗里只有一块肉，妈妈都会留给我。姐姐也特别特别的疼我，所有的衣服，小到袜子、内衣，都是姐姐给我买。我刚捡来的时候，因为特别的瘦小，也特别的小，身体特别的不好，3天2头就会发烧感冒。哥哥总是3更半夜的骑着3轮车带我去医院。所以其实你完全没有那种原来我是捡来的孩子这样的感觉。没有，就像家里最小的那个小公主。对，所有人都疼爱你。对，所有人特别的宠我，特别的疼我。到20岁的时候吧，有一年去哥哥家，然后发现哥哥的电脑桌上有一本献血证。嗯，就是很好奇的我打开了，看到哥哥的血型是 A 型血。嗯，而我的血型偏偏是 O 型。因为从小到大耳边传了好多好多的话语，嗯，都说我是被捡来的，怎么样。我看到那个献血证的时候，其实内心就是充满了疑惑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就问了我的爸爸，我说爸，为什么我的血型和哥哥不一样？我爸说，这个很正常呀，1万个孩子当中可能有1个孩子的血型不随父母。他那种紧张的话语让我更加证实了这个，特别接受不了。就爸爸就后来告诉你了？告诉我了。我一开始接受不了，然后离家出走了，在同学家住了5天。妈妈打电话哭着给我说，美美，你说这么多年以来妈妈对你怎么样，你爸对你怎么样，你哥哥姐姐对你怎么样，我们一家人疼不疼你。她的那种温柔，那种和蔼可亲的声音，把我哄回了家，然后告诉我说我是怎么捡回来的。所以身世之谜是解开了啊。是。那你有想过去探究一下自己真实的身世吗？没有，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去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嗯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的父母只有现在的父母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爱的家人。所以家人还送你去学艺术啊，其实学艺术也是一条不容易的路。嗯，父母也要付出很多。是啊。这个学的是最早是一名戏曲演员。嗯，非常的自信，非常的自豪，每天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发亮。你是唱柳琴戏啊？我们当地的也是小剧种算是。对，但是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